的呢，寒いです。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，我好像感冒了，感冒了。我原本就很沙哑的声音就有点更沙哑，因为都像这样子。刚刚拍了影片，这个影片是为了在日本，为了给日本朋友看的新开的频道的影片。对，我最近开了新的频道，大家请多多支持一下哦。我这边再贴一下，这个是主要是给日本人看的全日语的频道，但是就是在那边介绍一些先分享的是留学的事情啊，或是我是什么样子的人，然后以后主要想分享的是现在的台湾是长这样，然后我想推荐给日本朋友的台湾的东西，对，主要的方向是这样子，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看哦，请多多支持。我刚刚拍了就是那个给日本人看的新的频道的影片，我教中文，对，是都就是穿漂漂亮亮去露营啊，或者是在这里拍影片的时候就是穿很少，所以就着凉了，所以大家也小心，最近的天气真的有够冷嘞，这个 Uniqlo 的外套真的很好用。对，然后对，所以我想问大家，就是台湾人如果感冒或者是喉咙痛啊，喉咙不舒服，声音很沙哑的时候，喝什么，吃什么，做什么呢？留言给我吧。如果在日本的话，穿很多要保暖，然后另外就是喝茶，只要是喝什么茶都可以，一个热茶里面放乌梅干，对，然后喝那个是欧巴讲，是奶奶啊阿嬷推荐给我们年轻人的那种比较传统的方式，然后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可能是红茶，然后加个柠檬片吧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但是其实阿嬷教阿嬷奶奶教我的那种热茶，然后最好是烤过的乌梅干放在里面，就是酸酸热热啊，还有那个姜黑糖姜的那种饮料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还有什么啊，绿角散龙角酸，龙角酸应该在台湾也买得到，就是真的マジで喉咙痛到有点已经是病的程度的话，可能会买他们的那个粉状的，是药品的感觉。然后如果是今天有点沙哑，要吃一点糖果的话，他们有出那个绿角散の喉飴，有糖，他们有出糖果，这个对。你们台湾是怎么样呢？留言告诉我，然后我就马上试试看。对感冒好的东西都可以，有帮助的东西都可以。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